วิทยาศิลป์คุณิงกวนกินชาเกี่ยวกวนคูไรและคุณเกี่ยวกับกินชาจีกังหอบุพินจิตคุณิงกวนจีกวนหอบุกินชาจีกังเหยียบหุยยี่สิบกว่าหอดีปักกังคุณเกี่ยวกี่บันจีกังใจจีคุณเด่นตัวเลือกเช่นจีกว่าจีกังคุณเฮียงกิ่งยำยาจิงกาโกจงฮงจีหวนจุยดีชิด婚姻关系关考部警察技工协会为了提升婚姻关警察局六个分局的警察技工的服务品质，特别在北港分局举办警察技工在职训练，现场就担任技工已经有十七年的民众来分享心情。我自工中队参加十七年了，自工中队我是自工中队干事，有时候在那个派出所跟民众聊天，那民众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我们尽量来帮他们服务，有时候单亲的老伙啊我们就是尽量能去拜访就去拜访了解一下他们就是单亲在家里有时候都年轻人都外地出门了嘛需要我们去关心的地方。我们尽量做得到的地方就去关心。婚姻关系关服务警察技工协会今年头一摆伫北港来举办座谈会，希望借由互相分享的方式，提升警察技工的服务品质，也欢迎有热情的民众来加入。下乡到各分局去，云林县有六个分局，然后我们今年，第一次在北港分局办理那个志工座谈会。然后最大的原因就是要下来跟所有志工们大家互相见面的，让他们了解一下分局的相关志工业务，分局里面能够帮得上什么样的忙，然后也希望分局跟志工们宣导防诈骗、交通安全宣导各方面种种这样子。警察技工的服务范围真宽，包括关怀弱势、交通安全、防止诈骗等等。希望借助技工流行的力量，协助将各种的知识和观念深入社区。一挂那个交通宣传加咱一挂帮助一些那个弱势的那个族群。我们的周遭他们有独居的，也有一些老人。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话，我们都会尽力而去帮忙他们。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们是反诈，让这些我们职工了解诈骗这个事情这个问题。现场充满着好多的气氛，在职工热心协助警察人员提供为民服务的资讯，以及预防犯罪宣导工作，实在真感动。记者陈贵珠差不多。